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十七号公司中道新闻，我是空港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天的重要消息。花莲连续两天拢刷咧，来发生连续的地震，阿爹智利今天也再是发生规模八点三强烈地震，有哪引起海啸？国库详细的统计，今麦学生囡仔骨手机啊，阿无玩耍这线上游戏的情形愈来愈多，啊有哪耍掉的情形嘛恶化。来看是有咱的民众提着中华民国护照要参观联合国欧洲总部航空站，哇高波抗议。先开始要关心的是地震的消息，先来看到咱台湾，这两天在花莲近海山里来发生地震，地震环点出现了规模5.6的地震了后，到今仔中昼11点为止，已经有36届有感的地震，大规模也够到这5.5。这气象局表示，虽然这么多余震的状况虽然无点点看起，啊，不过对着偷放着板的一定量是有帮助的。地震连续翻身，16号透早，真侪人拢咧困，都有感受到地震。宜兰花莲的震度有5级，台北市嘛有3级。伫个即个规模5.6的地震以后，两天来余震连续出现。16号暗时阁有规模5.5的余震，到今仔中昼11点，有感的余震已经有36届。这边的地质状况又比较容易碎。就是容易破碎的状况，所以有一个中尺度的地震发生之后，它就会带出很多的余震。气象局表示，花莲近海是菲律宾海板块加欧亚大陆板块的隐没带，原本就常常地震啊。比起前两年有感的地震拢伫个150届以上，今年1到8月，敢若有43届，确实偏少。所以最近地震连连，会当帮助来释放能量。不过学者嘛提醒，这个隐没带也是有发生规模8以上地震的可能。琉球海沟就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累积能量是很大的。如果要能够发生规模8以上的地震，这个地方花莲外海东侧这边是一个最有机会的地方。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表示，1920年代这个隐没带的发生过规模8的大地震，所以学者一直拢伫咧关心这个所在的地质活动。不过目前并无任何的技术会当预测大地震的发生。记者林金如、刘汉林台北报道。所以来看是智利的外海今天透早发生规模8.3的强烈地震，地震了后，这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就随来发布这海啸警报。啊，主要的影响所在是这中南美洲这所在。啊，即马讲海啸嘛，已经通过了这智利沿海城市，嘛造成市区大淹水。民众用手机拍到地震当时，电火甲惊一直摇的情形。人口660万的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建筑物摇甲真严重，民众拢走到较畅快的街路上去避。连离1400公里远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民众，拢感受到地震的威力。La verdad que empezó el movimiento un poquito despacito, pero después empezó más fuerte, y estábamos en el piso 12. La verdad que nos asustamos demasiado porque. Yo todo lo que eran los carteles, los semáforos, tanto que me tuve que afirmar de un poste porque no se podía mantener en pie. Y después la réplica me pilló en un taxi, así que taco por todos lados. Muy fuerte el terremoto que se sintió día en Santiago.当用位在圣地亚哥西北偏北方，大约228公里，当源的深度只有5公里。美国地质调查所初步判断，地震规模是7.9，后来修正成最规模8.3。主动了后，又阁出现侪摆有动，至少3摆规模超过6。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随后向智利、甲秘鲁以及夏威夷发出海啸警报。智利东郊向全国发出红色警报，呼吁在地较低所在民众走往较高的所在去避。头一波有4.5公尺的海啸，伫地震了后2点外钟，到智利的沿海城镇，康孔加科金博街路上拢出现淹水的情形。智利这几年强烈地震不断，去年4月北部发生8.2的强震，造成6人死亡，100万人去避难。2019年的2月，南部印花遭到规模8.8强震来袭击，引发海啸，更加夺走500多条人命，并且带来300亿美金的损失。记者陈华报道。
车头说，咱们台湾来看的是，因为这八八风灾受创真严重，从那停驶这阿里山新南铁路，而且本期五甲阿里山这一段，公布两年外的重建，最近刷的完工了，最近有那开始进行通车的测试。阿里山的新南铁路预定今年的12月25号会当全线通车。但人另外，阿里山森林铁路小火车总算是搁塞落来阿里山车站啊！工作人员拢作欢喜，尤其听到年底要全线通车，更加是让人期待。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12月25，最后的只是让这些安全系数再提高的一些细致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包括我们的整路抽换、铁轨的一个抽换，还有人员的一个熟悉。阿里山森林铁路为嘉义站到阿里山站全长71.4公里，八八风灾让铁轨路受损严重，其中德基到本基湖在103年的1月复驶。另外，本基湖到阿里山段因为途中平整那路段的崩塌范围有130公顷，铁轨路的道基全部拢流失去啊，连平整那车站拢消失，后勤的工程做好大。6年来，不管新司机、旧司机，都对这一个路况不尽了解，包括有两个新的隧道是完全没有行驶过的，所以他们也利用在准备的这个空档呢，也做了路线的一个测试。即马本溪湖到阿里山段福建主要的工程拢已经完成啊，林管处甲负责营运的林铁管理处必须联合办理通车测试，工程甲机务人员嘛爱做伙坐火车为头站坐到尾仔站，连续7天的压力测试，只要报车交通部适合通过了后，就会当办理通车，估计伫年底12月25号会当全线通车。记者家己综合报道。对着现在总统大选，即下国民党的选情无啥好，风声即党务系统是咪行政院的团队施政无好，怎啊好即选情失利？也佫有即国民党立委今仔是怨叹批评行政团队常常出错，官员讲话讲了唔对，怎啊好即选情增加困难度？啊，不过即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是立委啊，那你伫怨叹即行政部门根本无意见，党部这边应该要赶紧来定出整体复选的机会。国民党选前邮件部党部系统开会时，批评行政团队施政不力，扫除农地、农用地的法案，各家国民党立委、秘书长、电督办、林焕明员，造成选前失利，甚至传出改组政党内部声音。国民党立委31号，阁是一直的怨叹。确实是蛮多怨言的，包括委员同仁，或是中常委上面很多发言音庭大家对这个都很有意见，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行政院一些相关的选举的政策来一起来做推动。针对目前最受争议的这几个案子哈，应该大家要做一个希望这个首长哈、院长可以做一个睿智的判断。因为团出行政院当地研究发都是更刺激消费、抢救选情，民进党立委批评是开唔到药单。另外，院长王金平17号向问到行政辅导不力代志。伊认为，党应该赶紧拟出整体扩散计划，让行政、立法甲党会当团结抢选票。按个到现在，也未感受到党有啥物竞选策略，还没有什么竞选策略嘛。所以应该大家好好讨论一下嘛。拟定好以后，大家讨论，讨论好以后，就是我决定了这个计划，然后去推动这个计划。王金平强调，怨叹行政部门无啥物帮助，上重要是政略。政策中，剩的都是政策问题，对选情才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到是这文化部拍算要来推出的这图书馆，这种做法其实含2008年，因为这金融海啸，政府伫2009年全面发放的这消费券，正赶快拢希望会当来刺激消费。迄时阵政府是发放每一个民众是一个人3600块，讲要刺激消费，结果嘛要来看到这个消费券对到这 GDP 的贡献度，其实比过去搁较低。选举前，人排到路路长，拢提消费券来买物件。为了应应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政府伫2009年1月开始发消费券，民众摕到拄领到的3600块，拢是真欢喜。有消费券拿出来，它就有折扣的话，那就拿消费券一张，然后再配那个什么现金来用啊。这样的话，消费券的优惠就可以在其他地方上面放比较久啊。让我们这一些人能够。有一点点钱可以去买洗衣机，去买一点小孩子的尿布。
政府编857万5000和全国民众使用，不过完善有功，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会当来到0.64%，不过最后却降有0.28%到0.43%，效果不如预期。很多人把这个消费券拿去买，可能像中国制造的3C商品，所以从 GDP 的创造来看，民间消费是增加了，但是进口也增加，所以两相抵消。林湘凯表示，很多人都是拿消费券来代替原本有定的开销，加上发放的对象和买的产品都没限制，无法度把消费力量都集中国内。现在政府又打算推出都市券、日本券等等，听起来真好。不过林湘凯也认为，若是想要促进示范产业的发展，又要提升个人投资的风气，还是先为实际薪水来下手，再来考虑这些需求，可能会更加实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这个天狗咧，灾情上严重的台南，为着要增加一挂这防疫的人员甲卡手，暂时来招了180名地级的防疫人员。今仔是正式来报道踏入防疫的工作。台南天狗咧疫情蔓延严重，时间是真紧急。台南市政府暂时公开募招地级的防疫人员，对500位民众当中，进了180位的民众投入防疫的工作。这180人今日嘛正式来报道，分配由环保局以及卫生局做一整的教育训练。今天早上呢，是安排一些基础的课程，从最基本的蚊子的生态，到整个台南市目前的疫情的现况，还有如何做自训人员清楚的工作，让所有的防治人员的临时人员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针对未来家户族亲的工作责任划分，卫生局嘛定出期望值，希望这批新入军的加入，和原本卫生局与环保局编制的族亲组，每一组每天会当加签150户，一天大约提悬2000户左右。每一个人能够一天多做至少150户以上的资深员清楚的工作跟宣导的工作，啊，这量能整个提高起来，一天至少能够有2000个家户接受我们的资深员清楚的巡查跟访视。南部天狗咧疫情造成人心惶惶，全国新增加622例，嘛新增一起疑似死亡的病例。目前伫台南开拍的职业棒球比赛，因为惊起有蚊仔咬，由球团的员工伫外野甲起网搭。希望在网台里面看球赛，也成为难得一见的景象。记者王进行台南报道。生活方面消息，继续来关心的是，这个政府在这几年有鼓励生囝的措施实施了后，开始这生囝的比率有稻的提升，对平均的0.9的囡仔增加到公制1.17的囡仔。不过台湾女性生第一胎的这时间啊，是提升到30.5岁。台北市政府每年都会举办联合婚礼，超过100对新人做伙完成终身大事。新北市也举办联谊，就是要来牵更多姻缘。这几年来，政府一直在办活动，鼓励结婚，要来提高生育率。内政部的统计，今年1月到8月结婚的对数，甲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775对，生育率嘛做伙提升，红娘出生的人数增加到4465人。啊，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啊，所以还是要鼓励国人啊抚养啊，或能够增加这个生育啊，以便啊我们不要越来越感到这个抚养的这个负担日益沉重啊，也不要影响到国家的这个竞争力啊。台湾的生育率为民国99年创下新低了后，政府个一直在推动婚育的政策。到1803年，一个葫芦生红婴仔，为平均0.9个婴仔增加到1.17个婴仔。到个女性生头一胎年岁，刷增加到30.5岁，创下新高。葫芦团体个批评，政府拢当作一直叫人结婚，就会当提升生婴仔意愿，却无愿意正面去解决女性唔敢生婴仔的原因。在生育上的考量，最大的一个是经济，第二个就是托育。台湾的托育费用其实还是非常的高，像以台北市来讲，大概一个月就要20000块，所以很多的女性她变成是她要考虑生育的时候，她必须要先看看说我的薪水能不能负担。政府讲鼓励婚育出现了效果，按个妇女团体认为，在经济问题啊，个囡仔照顾政策无法度全面落实的状况之下，要提升生育率恐惊是治标无治本。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这塑化剂问题，有哪好加些消费者听到一挂这塑胶制品都会惊，讲上近每年中所有含食品会接触到有塑胶的这物件，拢爱表示伊的这材质甲到底会当哦做耐受甲偌久的温度。天津的鸡排，搁油搁香，搁咧清烟，就放入去抓落啊内底，抓落啊内底塑胶会当耐几度，连头家拢无啥清楚。170到180吧。
那上面有标吗？没有。从今明年中开始，这种有塑胶成分会甲食品接触到的容器，拢爱表示耐热温度。唔念纸篓啊，佮有各种塑胶篓啊、便当盒啊，连保温杆仔的盖、玻璃盒仔的盖，只要有塑胶，拢总爱表示。要至少必须要标示这些材质以及耐热温度，另外有关注意事项。唔念爱写材质，还佮有耐热温度，干那用一盖就爱单调的，嘛爱写好清楚。像保鲜膜这种有 PVC 也是 PVDC 成分的，佮爱表示袂当直接接触到高温高油的食品，会造成一些油溶性的塑化剂或其他硫化剂比较容易溶出来。好，然后呢，这又因为是高温，因为我知道了，温度越高，溶出率也会越高。卫福部表示，若是消费者直接买会到的容器，就要标示伫个容器顶端，违反的会当处300-300万的罚金。不过，若是业者买来分装食品的塑胶篓啊，也是便当盒啊，敢若需要标示伫个容器的大包装顶端，消费者虽然看袂到，不过若是有疑虑，也是会当向卖家的业者来问候清楚。记者林丁如、周良雄台北报道。来看第一台包厢有名，这小食店金丰卤肉饭和民众检举，啊，有哪叫财政部查到一年啊，老区发表的这啊处所已经超过三届，从那后者台北国税局要求爱停业十天。财政部表示，讲去年一年全国老区发表从那互人停业处分的这店家都有十间了。天门顶面搭着国税局公告，店头也伫边啊打出休困十天的消息。这是台北市南门市场边啊有名的小食店金丰卤肉饭，敢若像互人检举无开统一发票，互台北市国税局停业处分，真侪想要来吃的民众拢白惊一撮。政府规定这样子要照规矩来，就是这样。Okay. 可能是太忙疏忽了啦。他们生意很好啊，所以可能是有疏忽啦，看起来不像是故意的啦。由计上无关，也不在今年七月，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评选是台湾一定爱食的小食第一名的金丰卤肉饭。每一摆到食饭时间，拢是排队排真长，人真多。生意早就超过财政部规定，每个月营业额在20万元以下免开统一发票的规定。所以讲，只是有人客检举，国税局官员就计先真多人客去客杀。随上金丰卤肉饭唔那一摆无开发票，早在2006年就和国税局停业。另外像是台中清水的阿塞米糕，也有南投民间的水饮食堂，之前也都因为无开发票而做到停业。凡是有你有提供，人家有来消费，有给你结账，你就必须开发票给人家，不能因为他不收取发票，你就不给人家。台北市国税局表示，盈利事业一年来被抓到无开发票三摆，就被处罚下令停业7-10天。复业了后，若是搁抓到，会使停止停业14-28天。那是刚一年多，轰炸到第五摆，停业天数延长正做2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在香港有百多年历史，现在有哪算作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的商战电车系统。在香港叫做这个叮叮车，叮咚叮咚的这个铃声，有哪是这个城市的特色之一。不过最近又有人嫌疑太过占所在，有哪向这个政府要提案，看看是不是要取消这个叮叮车经过真无用的这个中环这个路段，有哪引起这个外界的这个争议和民众反对。叮叮的电车声陪伴着这一代香港人大汉，是流动地标观光特色，见证港岛百年变化的文化潮。都市内底一条慢慢怀旧的脉动，为三年胭脂扣烈火青春，到今年的色戒，叮叮车拢是电影内底老香港的经典场面。不过最近有人向政府提案废除中环到金钟上进化区的电车路线，城市规划委员会十月将要展开审议，搁一摆引发民众讨论甲反对。80年代局长名称叶蕴仪编出家己翕过观光海报，收停叮叮车继续闹热。香港电车协会发起一人一张相片收停，非常侪投稿显示出上写实的香港人生。一个团体发起甲叮叮车共行活动，争取中环进化区都步化，指导着环保无废弃电车，拢得到真侪正面回应。因为嫌佢老，嫌佢阻住啲交通，就去废除咗，觉得其实唔合理咯。因为其实电车系好耐历史，而且系香港嘅特色嚟噶嘛，一个文化嚟嘅，其实佢都唔会好阻碍。
叮叮车逐工载运量20万进出，差不多是新台票十块的票价，照顾了弱势，也是观光客欣赏都市的好方法。而且长期无起价，使用者满意度一向真高。提案废除中环周边路线退休政府规划书，四国强强调叮叮车占用三峡路面，造成塞车。也佫讲香港地方是唔免保存文化，电车送入博物馆就会使，家己走路可能会较紧。We cannot afford overlapping of surface. 相信这个香港人车和叮叮车之间早就很和谐，近年来叮叮车外包给法国业者营运，更可以脱胎换骨，不但活化车身广告变成活动风景，用包车开 party 增加很多用途，还有引进新车种和冷气车厢等升级的规划。业者强调，电车绝对不是过时的产物，而是环保力量的优质交通工具。The tramway is a victim of Hong Kong's tailbacks. Everyone knows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jams is the 50%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vehicle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香港发展真紧的电视机八十年代，港府也曾经考虑取消电车，是公共支持，可以存活下来。即摆面对争议，老百姓同款要保全这个商业都市所存的老香港味，让叮叮车继续以10公里时速，电脑区下行之间行家己的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位蔡小姐在脸书顶关写文章来指出，伊之前去这瑞士佚佗，拍算摕咱中华民国护照，去这联合国欧洲总部参观，想要去人动乱，啊，柜台的人讲这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叫伊提出中国的护照，是真是去存分证。啊，即马这个代志，外交部知影了后，讲已经向这联合国表达严厉抗议。提中华民国护照，会使全球148国家地区享受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证的待遇，也毋过却是予联合国拒绝。来自台湾的蔡小姐进前在脸书讲，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拒绝伊用咱国护照来参观，请伊提出中国护照或者是中国身份的证明，伊认为被歧视。文州姐蔡也因发网友回应，表达非常生气。我们在看到相关的讯息的时候，已经第一时间就跟驻馆就驻日内瓦办事处，那他们也马上就跟万国公方面去做联系。外交部表示，已经请驻代表处表达严正抗议。不过联合国到即阵的说法也是起起倒倒。未来台湾游客是不是提中华民国护照、甲有相片的证件就使出入，依然也无答复。外交部是继续交涉中。我们政府从来没有接受联合国方面这些不合理的做法，而且长久以来我们都持续向联合国方面做据理交涉，寻求改正。过去由台湾人提中华民国护照和联合国拒绝立场的案例，因为台湾不是会员国，国际空间被压缩，也搁在凸显台湾寻求外交突破有真大的阻力。记者综合报道。今天看到一项有关网络上新的调查，根据这个不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小学、国中、高中轻度网络一调的这比率，其实已经有较下降。啊，不过算这线上游戏、家己飞行的手机啊，怎啊算这调的情形是愈来愈恶化。算线上游戏玻璃迷，更加还没是，甚至有人一天无算，对烦恼加不安心。亲像这款网络当多询问的人实在真多，尤其学生上多。过去国高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蛮喜欢玩线上游戏的，占用到我自己睡眠的时间，所以其实有时候会变得是可能早上精神比较不好，那连带的也会影响到我学业上的一些表现。当多网络生活已经变作文明病，三件问题真多，较轻是生活受到影响，较重则是危害身体健康。教育部最近推广安全健康上网教育，总算收到效果。根据教育部公布最新学生网络使用调查发现，轻度网络性温度有明显下降，国小2.6%，高中4.9%，高中5.6%，还有重度网络性温度有逐年升高的现象，其中以高中级学生上多，包括线上游戏和智慧型手机。新闻的风险率都出现大幅度变化的情形，不止上网时间长，而且它已经有一些功能的损伤，最常见的就是成绩退步，然后身体变坏，已经是沉迷或者甚至成瘾了，但是也很多问题产生了，可是我没办法减少它。专家学者表示，其实当中网络成分都需要消极规范时间优化，上重要是了解需求，找出原因，早期辅导网络成分，才能有效的解读，卖让网络影响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这回婚这番乌心可讲的学生囡仔，上礼拜教育部接领部长说这件代志，主本这教育部已经约束讲要撤销对着学生囡仔告诉，啊，不过最近刷的有几啊位的学生囡仔收到台北地检署的刑事传票，可能以这方面公务罪来传，这学生囡仔近期教育部到底是不是有反起反倒的？来看教育部这边的回应。在了七月二十号暗时，一群学生抗议乌修课纲，冲入去教育部接领部长时，几啊点钟。迄当时教育部对33个学生、记者啊，个民众提出告诉，后来是答应要退回毁损啊，个亲历徛家的告诉。按过咧16号，个学生收到北京的刑事传票，要以妨害公务的案件传唤伊到案。我目前收到的是妨害公务，那有其他同伴有收到那个毁损，那毁损是告诉来的，就是教育部可以撤到，可是还是有收到这类的那个告诉，所以觉得说教育部蛮反复的。在读宜兰高雄的陈柏宇就讲，伊知影至少有四个学生已经收到传票，对教育部讲话无算话做法，感觉真失望。有立委嘛出面来声援学生，到底教育部有没有在欺骗所有的学生？到底教育部现在的态度是什么？面对质疑，教育部是回应，在8月10号的时阵，就已经向北京来撤销告诉乃论罪的部分。妨害公务是公诉罪，必须由警方去侦办。提到告诉乃论的部分，那个部里面已经都撤告了。至于说涉及到所谓的公诉罪的部分，那个不是教育部能撤告的。教育部也表示，面对北京后来的调查，一定会向检察官来表明，会给学生自新的机会，绝对无要退告。北京也证实，教育部退告的程序确实已经完成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现在大金病院常常是人叉叉叉，甜甜甜。这一概回想，新的调查也发现，国内26间的这医学中心有5间看轻症的比率是偏高的。然后这医学中心变作是轻症的门诊的中心，才有可能有来影响到其他急症或者是重症患者就医的权利。有一些人不管是感冒还是胃肠不爽快，都爱去大病院看，造成大病院是人靠靠靠。根据医改会最新调查发现，国内26间的医学中心有5间，大约是20%，看轻症比例偏高。然后医学中心认罪，轻症的门诊中心也可能排挤到急重症病人的就医权益。如果他现在都被这个轻症给瘫痪了，那势必他就没有能量来照顾真正要用到医学中心医疗资源的这群人。医改会表示，医学中心设立目的就是要照顾急重症还是病情较复杂的病人。严格调查确实发现，包括成功、也有国泰、阿东、万方、甲马街这5间的病院，健保收入来源有一半以上是来自门诊，临时大医还是急诊，也造成不少大病院拼门诊量来冲绩效。像是马街、成功、阿东这5间病院，去年全年的门诊量超过平均值。另外，调查也发现，万方、花莲、慈济这8间病院初级的轻症照护比例偏高。中国附一、花莲、慈济、台中的营总这10间病院是慢性病人的领药门诊偏高。健保这边本来就有监控这个东西，就比如说我们每个病人的就医次数，他每次领多少药、多少颗药、多少钱，那他就医次数合不合理？其实我们都有透过管控的机制。健保署强调，民众若是轻症走大病院，健保部分负担金额会提悬，希望来改善民众就医的习惯。另外，拜六也就是19号会召开健保会，讨论6000亿的健保资源要安怎来分配，希望把健保的钱拢用在真正需要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上16号是这马来西亚纪念联邦的成立，有那代表团结健康的日子。啊，不过伫因的首都吉隆坡的市中心，是组织了30000名穿着红色军装的游行示威，而且游行的队伍有那也着支持这马来西亚总理纳吉的飘旗哦。新型红色顶彩示威群众16号聚集在吉隆坡中国城门外，大喊各种口号，谴责华裔社区加反对党领袖。不久就遭到电报警察全水把他赶离开。马来西亚的这一天，吉隆坡市区所有的华商组织的商区都做不到相关的场面，道路交通受到阻碍，都不正当的最生理的人只好关门，不要跟这些示威者正面来冲突。Bila dia buat rally keempat, bila kita cakap jangan buat lagi, because kalau dia nak buat, kita tak kisah dia nak buat kat Bukit Bintang ke, tempat dia, suka dia buat. Tapi jangan buat kat tempat orang Melayu.
这个以捍卫马来人权益的大游行，真正目的是要求总理纳吉鲁台，也佮反贪腐、清洁加公平选举联名而来。因的主张吸引真侪大地的都市化的背景的民众参加。26号的洪山军是以增卡地区的马来人为主。示威举行前，一台又一台巴士把他们载到首都来。游行队伍除了来提倡特定族群的权益以外，也拿到支持总理纳吉的票据。被控收取7亿美金，堪比上的纳吉，正面临党内外要求伊落台压力。伊虽然并无正式为26号洪山军的游行来背书，严格执政的乌统党在幕后赞助的迹象是大家拢看得出来。纳吉26号在发表马来西亚的谈话时阵，暗示习近平造谣企图来颠覆政府的手法，又再度出现。而政府会尽一切努力阻止任何团体煽动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地方方面的消息，在中华县政府对着市区的铁路规划，讲要向中央来争取改造是国际化。啊，不过这铁路文书专家是真烦恼，讲那国际化即马在台湾伊也搁在运作，啊，亲像批线安尼，而且啊车库将会失去资本移收火车的功能，唔忙这县政府会当三思一下。彰化县万里顶的铁路已经完成国际化，那彰化市区的铁路嘛在规划改造国际。彰化县府认为，铁路国际化才能促进地方发展，嘛打算结合台湾为各地运作的四行车库，变作一座外铁道博物馆。整个的扇形车库的话，在后续整个铁路高架的可行性研究里面，我们会朝向那个动态保留。啊，会新增这个朝向演绎新增这个游园列车啊，定期来做展览。不过，关乎这款规划，受铁道文书专家真无认同，认为铁路国际化了后，火车都无得顺利进入伫平面的四行车库，维修火车功能都无啊。国际化根本都无可能，甲目前的四行车库共存。一旦高架化的话，我们的维修基地势必南迁到花坛。那南迁到花坛之后，我们三型车库就是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那可能会造成它的价值可能会被破坏。铁道文书专家认为，铁道若是高架化，原本的新型车库可能跟它存观光功能，希望政府会当通盘考量，尽力保存台湾即马唯一的新型车库。政府表示，目前有真侪方案搁在讨论当中。有今年底会定案，送交通部审查，对地方发展甲文书保存一定会得到平衡。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食蛇菇这十年来，因为中国市场的需要真侪，那真少互人偷猎的对象。为着要保护这翡翠巨口，是公告食蛇菇的保护区底下。啊，不过有那有学者发现，而且啊，保护区根本嘛是有真侪偷猎的代志哦。翡翠水库是台湾唯一的食蛇菇保护区，有全亚洲上稳定的野生族群。伫平溪大教书陈添喜老师，每礼拜拢会来遮进行生态调查。山路顶端一只食蛇菇，听着脚步声真紧，爬入去草丛内底。盗猎越来越严重哦，所以现在台湾应该超过70%以上的族群被抓光了。这是食蛇菇保护区的返场区。一个公寮内底发现有人在来过混食，比如说公寮里面，像渔网这个最近才有用，因为上面卡了那个什么那个叶子还没干，抓过猎人进来里面过夜，哦，啊，他们就是停留在这边，那在附近放陷阱。在这张大树卡的草丛，都找到多大只未记提早的鸟吃人啊！里面有龟骨头，对。副板，对啊，因为这个都已经三四年了、啊，这样看起来至少已经三四年的痕迹。这是蛇龟啊，他们是用铁丝啊串那个鸡脖子。因为中国市场需求真大，价钱真高，为2006年到今嘛，有杂掉的台湾原生菇有15,000+只，但老师烦恼，走私到中国的菇竟是几啊万只。大概2011年。台湾的龟啊，卖到那个中国大陆去，20吨，一只成体的龟哈，差不多500公克，20吨，进它4万只。
这座古保护区虽然发生有人偷偷入来代志，比其他所在也是较安全个。但老师期待这不是这座古最后堡垒，而是保育行动的基础点，反且更加侪人重视，到底为这座古找出安全的处。记者综合报道。另一方面，消息继续来关心的是南投信义引种葡萄的面积大约有500多公顷。现在为着要加强行销葡萄，这乡公所今年要第一届来举办引葡萄公主的选拔会。不管是代表客家的回报衫，或者是原住民传统服装，或者是汉人的旗袍，这群早年仔的手中提着信义乡特产葡萄，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信义乡公所表示，这一摆葡萄工作的选拔，第一名奖金有20万，而且前10名拢有奖励，都是希望民众会当踊跃参加。主要是说，我们除了奖金之外，如果是候选人不老公主的话，我们也是会在未来一年内我们会做一些的代言。因为它的金额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后续的代言啊、平面几乎都会有很高的曝光度，对于工作方面啊、经验来讲的话，都会非常的推荐来参加。因为信义乡的葡萄大部分也是依靠市场的批发，农民表示希望借由活动推广，让更多游客愿意在产地买，都会当增加农民的实际收益。来安尼地方来买哈，安尼哦。安尼来农民吼，要提醒安尼树叶该钱吼，差不多要加到有2双以上安尼吼。信义乡公所表示，这一摆葡萄公主选拔报名时间为即日起到9月24号为止，9月26号进行初赛，10月3号葡萄节时将进行总决赛。欢迎有自信的女性来为信义葡萄担任代言人。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开始，我们人叫做女兵作家的谢冰莹是早期在文化界甲女权运动的这典范啊。台书台有哪特别来举行伊的特别展览，提出伊过去所写过的手稿甲相片，即个珍藏文物。黑白相片配合简单的文字，这是跟贵阳作家谢冰莹当年伫台书台教册时阵所写的历史资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当然也没有电脑啊，所以当然就是谢老师就是用手写的方式把他的履历跟自述整个把它写下来。那他在师大这边其实主要在国文系，所以主要他开的课程都是跟新闻译写作有关的。谢冰莹1906年出世，伊伫1926年考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过当年参加北伐。1937年，组织湖南妇女服务队替受伤将士来服务。1948年，受邀来台，到新立台湾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台师大教书，一直到1972年退休。一世人出版小说、散文等等，有80多种，拢总有2000多万字。其中以写军旅生涯为主的日记、甲女兵自传等等的册，相信着大家欢迎。一个女性从军的过程，哈，透过了她的从军日记也好，那她的女兵自传也好，能够在当时做这样子的描述，也意味着一个时代新女性在对自己在整个国家社会包括自己家庭以及个人生命定位当中所寻找到的一种新的方向。她是第一个在海峡两岸，也是在她抗战胜利以后开设新闻译的这样课程。谢冰莹一世人打拼追求梦想，争取求学，争取婚姻自主权，对抗传统，也在文化创作在打拼，走过抗战，开创新文化潮流。台师大在抗战70周年时阵举行谢冰莹特展，要透过珍贵手稿、用品，甲所谓珍藏的记录，来展现伊的传奇人生。记者综合报道。我们看到这台中的红丸火车头边啊，起在日本时代，这顶家派出所已经有近百年历史。原来派出所迁徙了后，有哪号人指定做这历史的建筑？今嘛台中市文书处改重新做整理，啊改正做这警察文部的电视厅，嘛要见证当地历史。转动警报器。增加刷新大声的声音，唤起民众的记忆。这是台中宏源历史建筑顶家派出所，经过整修了后，以原貌来呈现出来，让时间敢若参像回到日治时期。这是代表当时参与这个房子的一个相关人员，包括设计、施工。日治时期上梁所用的栋闸，就敢若参像现在使用起口。
另外建筑本体除了多多采用对称的设计，也增加一时间优势的建筑风格，而为了要呈现关锁的威严，还有真侪设计。应该是一个轴线下来，然后对应两侧，其实它的形式是产生一个对称的一个方式。好，那除此之外呢，它的窗户部分呢，大概都很几何形式的。正面看起来就参像棺木啊，呈现当初建材的宽威性。这栋建筑为1936年重建到现在，已经将近百年的历史，而且了呈现威严的感觉。当初建筑嘛，多多采用的建筑的概念，那多用自然通风、选材跟工法嘛，拢是真好。现在成为历史建筑重新的开放，希望会使记录当地的文史。古迹跟历建整理完之后，我们会依照呢它现有的属性、原有的属性，以及呢所在的区位跟地方的关系，进行呢适合它的一个 OT 活化使用。现在从灯区规划做两个楼层，作为警察文书的展览厅，而历史建筑再一次来活化，那成为文书的记录，也让老建筑再一次有了新的生命。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看到一个华人吉安乡永兴村有一个捡歹人旧车的老大人，20多年来，这物件捡捡拢放伫因家的这四周围，啊，囤真侪物件，有哪好？这个环境看还是太过暖了。即马附近的徛家看，讲是毋是等下物件清不清气？大概讲拢无改善。即马因为有天高热，所以即马厝边大家拢头壳摸得烧。来到花莲吉安乡顺浦的永兴村，这位的道路户型街却被大批的自然回收物堆满两边。详细看，内底有各种的塑胶容器、甲大包细包的粪扫地，徛伫这免一分钟，随去有蚊仔叮。到了暗时，还阁有白鸟在出击。真的非常的凌乱。我们对所有来这边，我们要来我们永兴村观光的一些旅客呢、朋友呢，真的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交代。晚上的时候，都有眼镜蛇的出没，实在太多了。光一个粘鼠板、可以粘到两个眼镜蛇，你自己想想看。康家族完回收物咧，都是这位今年63岁陈老先生。伊表示，家己家族自日本时期就住伫遮，平常时啊靠做散工、加捡资源回收物为生。这么样公用道路是为了工作方便，蚊虫鸟鼠也够多抓无伊个代志。这样你不会觉得这样子真的很蛮困难？以前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都有了、因为天高地有情升温，全国各地拢在宣导要如何消灭白蚊虫，要跟陈老先生去无法度沟通，出面只好请环保局以公款的介入。道路两旁哈、会给他3天的一个清除处理哈，里面的话我们会给他10天的一个作业。等到这个期限一到的话，如果他没有改善或是做清除处理的话，我们会做一个强制执行。村民欢乐依照往日废弃物被清理了，免几个月陈老先生又搁会堆满粪扫，所以希望关键会会当维持生态稽查，并且连续开发，以维护环境卫生。记者综合报道。看到日本安保法的这审议来进入最后决战的阶段，从透明审议无结果，在野党的议员今仔会再继续呼吁事实袂顶袂当，即马暂时休会。在这个时阵，伫这参议院外口，有上万人发起了反安保的示威。平和安全関する特別委員会を再開いたします。在野党议员再去围着委员长洪慈祥走的桌仔边，激烈的抗议，继续干扰议程，也佮对委员会委员长提出无信任动议，一直到委员长宣布暂停开会休困才罢休。示しがつかない。そして昨日横浜市では地方公聴会が行われました。それに引き続いて、日本安保法審議政治關鍵時刻，即將自民黨原本計劃在昨暗的參議特別委員會通過新安保法案，然後在今日提交參議大會表決通過，卻因為在野議員癱瘓議題事，拖延到半暝12点外還未開，讓7点來到的安倍首相真無奈。看到会议无法度举行，一直到半暝啊3点半才决定17号恢复审议。
本日8時50分理事会再開。除了国会内混乱，国会外是聚集了数万的民众，透明包围空气。十六号在横滨举行的地方公听会内，辩论的场面火爆。公听会外，搁较有民众手举手，急促予议会的执政党议员来离开，一度爆发警民的扭扭捏捏。为了阻挡安保法，目前在野联盟打算在执政党强行表决的时阵提出内阁无信任案。执政联盟烦恼法案无法度过关，不排除动用60天原则，将安保法重新发函众议院重新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的是美国跟俄罗斯各一次因为这叙利亚的内战来对抢。这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军援阿塞德政府，暗过北京这边是强调讲，俄罗斯若真正要来打击 IS， 都应该爱加入联军，唔是用提供武器的方式干涉到别个国家的内战。俄国官方顶礼拜声称，在叙国内战中对阿塞德政府提供军事支援，包括占领机场、部署战车大炮、甲地面人员以及防空系统，引起美国甲北约高度的关注。俄国总统普京十五号拜访塔吉克时，那是清脆证实这项消息，也阁希望更加侪国家加入军援叙国政府的行列。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ирии, хотел бы это сказать.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й агрессии оказываем и будем оказывать ему необходимую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ую помощь и призываем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нам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Путин 这言论也和美国国务卿凯瑞自九月五号以来第三度打电话给俄国外长拉夫罗夫，再次重申俄国支持阿塞德政府，这会吸引更加多外国兵兵甲武装分子前往叙利亚，和局势更加恶化，也会破坏国际反恐目标。白宫十五号呼吁俄国，既然要打击 IS， 都应该像澳洲甚至正在咧国会辩论的法国同款，加入联军的行列，完成反恐任务。What we would prefer to see from the Russians is a more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ith the 60-member coalition that'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focused on degrading and ultimately destroying ISIL. We would welcome.Russia's participation in that effort. 叙利亚内战超过四年，国内760万人无依无靠，400万人沦为国际难民，也是这波欧洲难民潮的主因。不过阿萨德十五号接受俄国媒体专访，强调，这些难民不是要逃离伊的政权，而是被 IS 甲西方支持的反恐军的迫害。西方社会唔通是非颠倒病。阿萨德强调，需要删除一挂势力，叙利亚才有政治对话空间，也才会当停止难民潮。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即马愈来愈歹处理的难民问题，即后边真侪国家拢把即交界的封锁救起来了。亲像即匈牙利都开始封关，讲即难民呐都将要从里面将会面临三年的有期徒刑。为半暝开始实施的新规定，将过了千个拍算入去匈牙利的难民冻结刀片，寄往外口。I don't know what should we do. If we go back, we will die. There is very far from here that we are coming here. 匈牙利政府要求难民按先在塞维亚提出庇护申请，那是强行弄关破坏铁棒，要面对三年多刑。各三部南部两个关，立刻紧急状态，温存当局动员军队协助管制边界。将在法院新审理强烈非法移民，另外警方会当搜索偷藏非法移民的客家。面对匈牙利强硬政策，无多立刻难民开始计划去欧盟其他国家，亲像克罗埃西亚，也就是罗马尼亚。Some you know European people they said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Hungary because they're arresting people. So we have changed our way. We are going to Macedonia, and then we will go to Croatia.虽然欧洲国家开始管制边界，但是有几万人打算为土耳其离开欧洲。土耳其西北边城市爱丁尼因为跟希腊保加利亚交界，继续走入去真侪难民。最近土耳其增加警察来围堵，已经有7000人强抓起来，并且遣返。在欧盟十四号峰会中，多数国家赞成以经济配合安置12万难民的措施，但过这提案要到10月8号才有机会表决通过。德国跟奥地利因此希望会当在下礼拜召集欧盟领袖开会讨论难民的问题。德国总理梅克尔嘛在十五号宣布增加40000个难民的名称。德国估计今年全年尚未接受80000的难民，还佫有政治人物认为可能会达到100万。
记者宋嘉报道。今日要说来加这丹麦游记真人真事的故事所改编的，讲到这史上第一位变性人的这电影《丹麦女孩》，即马伫即个啊威尼斯影展风评真好，讲电影嘛真感动人。The first time we met, she oppositioned me. 在变成之前，伊是丹麦1920年代出名的风景画家，佮伫哥本哈根艺术学院读册时阵，就和韩妹戈达结婚。太太定定为时尚杂志画插画，两个人兴趣共款，婚姻的生活真美满。一直到有一天，太太的妈都无倒来，由伊男伴女装代替上阵，错地的灵魂就安尼来清醒。Could you help me with something? You will not tell anyone about this.就安尼不名号做安娜维格奈，伊化身太太的姊妹啊，以莉莉艾尔伯的身份变成画中的美女，画要写高宽。莉莉优雅的气质，紧紧就抓到男士的心，伊无细腻做出超过界限的行为，和太太唔敢相信，佫真伤心。Exactly what happened last night? There was a moment when I wasn't me. There was a moment when I was just Lily.艾迪·瑞德曼将莉莉窈窕柔美的一面演得真好，比查甫人更加像查甫人，不管是演技也是扮相，拢让人真欧乐。I think it may be the best script I've ever read, is what Tom said, and I read it and I was profoundly moved by this unique, hugely passionate love story, and at the sort of fulcrum of it was also this person being brave enough to fight.To live a life authentic. Are you right? Don Lily 决定要去德国接受变性的手术，亲爱伊的太太答应啊。Gerda, also at that time, I found her an extremely ahead of time woman, a working woman, an artist who is able to almost with her art kind of foresee things before others and see things within people.莉莉虽然在变成了后三个月就离开世间，但是太太对伊的了解和疼惜，让伊感念在心，两个人的爱情拢无变。Film shows is the only way to make possible inclusion. Really is through compassion and love. 就那导演所讲的，就是莉莉和戈达之间伟大的爱情，让改变变成可能，让吉达改写历史，全球头一位变成查囡仔的故事，透过电影留给咱无限的幻想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其实，这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嘛是一个真充满人文色彩的这所在，都连这个旧牛公有那含啊。外国无同款，当地最近起好一个硬壳啊球，就拍破讲这球一定爱是长的、直的这种思考。那漳州这哥本哈根吸引游客新的地标。丹麦哥本哈根硬壳啊球启用的那一天，球场挤满着骑卡拉车的民众。哥本哈根市长一个球的设计师艾利亚森也到场参加。冰岛的艾利亚森自细汉伫咧江边大汉，所以这座硬壳啊球的元素理念就是来自帆船。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inspiration was for me my childhood in Iceland, where the harbor of Hafnarfjörður in Iceland, where I spent a lot of time as my father was a sailor, sometimes filled up with boats so you could cross the harbor by going from one deck to the next. 这座硬壳桥横跨哥本哈根市的港口运河，五座互相交贴的圆形桥面，顶头背着五个大大小小、宽度无同的旗啊，组成这座有帆船意象的桥。硬壳桥全长32公尺，桥下的水面空间会当让小型的游港船通过。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桥面会当山顶人，在必要时阵会当开启和大型的船通过。唔，那是精美的艺术品，也是实用的活动通道，更加是哥本哈根吸引观光客新地标。I think it's beautiful, a unique design. It's a very beautiful bridge, and I live quite close nearby, so it'll be a nice place to come and hang out, and it'll make the biking trip easier.丹麦一直拢是充满人文气息的国家，哥本哈根更加是结合人文加创新的城市，北沙连霸全世界上适合居住的城市。虽然2015年搬到第十名，也毋过勇敢创新的精神是拢无改变。这座硬壳桥估计每天会有5000人通过，绝对是这座城市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丹麦人骄傲的公共空间。
记者综合报道。马派看到下晡各地详细温度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大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们再会。你的小故事，我的大新闻，欢迎收看佩博公民新闻报。宜兰县东山乡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为了帮助弱势的孩子，发起了募集制服的活动，没有想到各界的爱心捐助了许多衣服和物资，他们因此成立了一间跳蚤屋。东山火车站旁，这里有一间基督长老教会，在教会的入口处设置了一区跳蚤屋。跳蚤屋的成立即将迈入第七年了，而现在看起来颇有设计感的质疑区，是由吴念真导演的快乐学习协会提供协助，由志工们合力建造而成。孩子啊，真的有点不好，所以我们会帮他们找一些衣服给他们穿，那从他们的那些点数扣。那有一些是劳工，一直外籍劳工、外籍看护，他们也都会来买比较便宜的衣服。那有一些是比较弱势的家庭，他们也会来买。原本只是希望单亲、新住民、隔代教育等弱势家庭的孩子，为他们获得国小和国中制服，但民众的热心捐献，募集过来的除了衣物，还有很多家庭用品。这里会以20-30块的便宜价格卖给更需要的人。在长老教会的孩子们也要帮忙整理跳蚤窝，这是牧师希望他们能社会回馈的工作。有小六你可能要掉30件，那你小可能掉20件、25件，那小四可能掉了几件，那小一点的可能掉不到嘛，那就是教他们折衣服，让他们知道说你要有付出，我们才会更有东西。而跳蚤窝的所得就是利用在这些孩子放学后的课辅教育上，来到教会可以边写回家功课边吃点心，还有老师监督完成功课。郑牧师说，弱势家庭的孩子，他们更需要的是态度上的教育与心理上的陪伴。台南关庙的星光社区，过去村里面有许多人从事竹编的工作，现在社区内到处可以看到跟竹子相关的装饰。社区人士希望可以透过竹编找回过去的记忆，也营造在地的特色。走在台南关庙的星光社区，发现这里有着许多竹。在这里，常常会看到制作竹编艺品的阿妈，在社区的角落默默的编织属于在地人的记忆。我们这些都做短的，那个要不他过岁孙的做啊，啊做做的乖，弄一针，弄个美仔做点那这种食团。竹编阿妈在她的谈论之间，有着淡淡的哀伤。或许在他的脑海里，又是我们都未曾见过的回忆。这种集团啊，都没人在做啊！哎呀，咱台湾吼，拢无当华，拢是越南的呀。啊，即摆吼，即摆阮会用咧，就是拄好一个社区，用一个社区，我就讲用落去做做，互人，互人迄落，互人这少年啊来吼，通学，会当传授的。口语间，竹编阿妈也提到，
这样的竹编技法很想传承下去，可是他应该也知道现在会来学的人很少。看着竹片在他手里渐渐地转化成艺品，在心里面有种想法，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技艺。真实是什么？不露痕迹的表演是什么？都能在蔡明亮的交友里找到答案。交友不只是一部电影、一本书，还进入了美术馆，成为一项形式独特的展览，看见影像创作的各种可能。电影与美术馆的邂逅，蔡明亮与李康生的真情谈话，公视艺文大道邀你一起来交友。